最近球友一出门就看见共和党跟民主党他们彼此勾心斗角那个表现，就看见这个政治环境当中的黑暗，也显出人性的邪恶，那就一点都不美，那就非常丑陋的一个现象。美国不是天国啊，只有天国才是完美的地方，因为天国是美善的上帝所管制的地方。耶稣宣告说天国近了，他告诉我们说一个美好的国度快要来临了，所以我们要预备迎接这个美好的国度，我们要预备进入这个美好的国度。耶稣说天国近了，这句话也表示上帝是等那个靠近了，有美好的国度要来，上帝的审判也要来，什么上帝对那些邪恶的人他要有所处置，有所惩罚。我们一起来读下面一段经文，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审判，他有愤怒的日子是极难愤怒的日子，手包括一切的日子是黑暗无明一命无明的日子，是自由大大的日子，是共情一切的日子，高大的战士。我说你必须在我引导的
我就感到上帝真是发火了。因为人犯罪作恶太过分了。那请留意，这不是说那些遭遇到火灾、风灾、水灾的人都特别邪恶，特别罪孽深重，不是这样说。那我相信上帝就借着这些灾难来警告世界上所有人，要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悔改，离开罪恶。圣经这样记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耶稣说：“从前是没有神的，那时是失败的。你们以为那些人一切都在白云上看，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大家不要以为那些遭受火灾、水灾的人比其他人更有罪过，不是的。圣经说，我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上帝借着这些灾难来警告我们，来提醒我们。因我进来，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国度。上帝希望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上帝希望我们活得平安喜乐，活得荣美尊贵。然而，要进入这样的国度，要领受这样的生命，我们必须要悔改，必须要悔改。这个讲的对了，应当要悔改。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为什么要悔改？因为错错了是行，错了路，因为人有罪，所以要悔改。那我知道有不少人很讨厌基督徒说人人都是罪人。我不晓得你听到有人说你是罪人，你有什么感觉？很多人很讨厌基督徒说人人都是罪人。不少人认为自己行事为人虽然不算很完美，但是比很多其他都要正直，都要正派，所以我这个人绝对不是罪人。中文这个罪字啊，是往底下一个飞行，那是表明呢，一些为非作歹的人被抓到，就像囚犯一个囚字，那罪人被关起来。所以在中国的观念当中，罪人就犯了刑罚的人，是要被官府惩罚的人。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没有触犯法律，也没有给警察抓到，所以假如被称为罪人呢，那就感到很冤枉。感到这是很大的羞辱。那在圣经当中的罪这个字啊，意义上跟我们的中文有点不同。希腊原文那个罪字的意思是那个射箭没有打中靶心，就偏离了目标。罪人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固然是指犯罪作恶的人，但是也是指那些偏离正路的人，这个指的是人没有活出人应该有的美善。上帝所创造的人应该要活出上帝本性的圣洁、良善、仁爱、正直，人应该活得很尊贵。但是呢，我们基本上都没有活出上帝那样的美善，我们都辜负了上帝的心意，我们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都是罪人。圣经说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圣经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那一个不信靠上帝的人，就是不承认上帝为上帝的人，很自然就是以自己为上帝。那他嘴巴上可能不是这样说，但大家的生活上他的表现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承认上帝是上帝，很自然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很自然就是自以为是，很自然就是自私自利。所以我们有一句通俗的话说，人不为己，怎么样？天诛地灭，对吧？我们大家都哎，我们把这个自私自利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了。一个不信靠上帝的人，不顺从上帝教导的人，很自然就会偏行歧路，也因此就陷入在这个罪恶的网络当中。那英文这个罪字
SIM 的信号的爱就在最初的这个政治的重点，这是以我为人生的中心，不以上帝为人生的中心，这是罪恶的根本，这是罪恶的根本。大家留意，在社会上有很多有才有势的人，他们欺压迫害平民百姓，很多是当官的啦和政府的这个领袖啊，他们有才有势，就迫害欺压那些平民百姓，所以那个很多滔天大罪，你看其实基本上都是自我中心，都是自私自利的表现，有没有发觉？不少那些无德无良的商人，他卖假奶粉啊，卖假鸡蛋啊，卖假药苗啊，很多人建造什么工程都是偷工减料啊，很多伤天害理的罪恶，你看基本上都是人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表现，有没有看见？所有的贪官固然都是贪婪，但基本上也是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表现。贪官是不顾国家的利益，不顾群众百姓的利益，只顾他自己的利益，是不是这样？就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表现。有人可能认为我无才无势，我不是奸商，也不是贪官，所以我没有那些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表现，是这样吗？按我的理解啊，夫妻吵架很多时候都是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表现。我不晓得夫妻有没有吵架，你分析一下，你干嘛会吵架呢？吵架的原因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不能够说100%，但是很多时候都是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表现，总是认为对方对我不够尊重，对我不够关心，对我不够体贴，总是认为我付出太多，对方付得太少。但是很巧的是，对方也是这样想，有没有这样？你认为他对你不够体贴，他也觉得你对他不够体贴，所以就吵架了。有一位长官坦诚地跟大家分享他对自己的罪过的认识和感受。他说呀，我们夫妻结婚几年了，终于有一个孩子，我很爱我的太太，我也很爱我的孩子，可是啊，当小孩半夜哭的时候啊，我常常是假装听不到，我照样睡，我是指望我的妻子起来照顾孩子。我很累也要睡觉，但是我的太太也很累也要睡觉。那我说我很爱我的妻子，但是当孩子半夜哭闹的时候，我就不会顾念妻子，我只会顾念自己。我就发现，在我的骨子里面，我还是一个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人，我是个罪人。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反省，还是说你是根本想都没想过？有很多人际关系的不破裂，常常都是因为我自以为意。自我中心自私自利所带来的罪，有没有发现有许多人际关系的破裂，人际关系的紧张都是因为人自以为意，自我中心自利自私自利带来的结果。因为人自我中心自私自利，许多的国家就变成地狱，许多的家庭变成地狱，许多办公室变成地狱。因为人自以为意、自我中心、自私自利，人间就变成地狱。你看到吗？你看到吗？我们不承认上帝为上帝，我们不听同样的教导，我们很自然的忘形起步，我们很自然的变成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结果不但失去了应该有的荣美尊贵的表现，我们也因此生活在地狱当中。所以我们要悔改，要回转归向上帝，我们的人生才会有希望。我们要悔改，要回转归向上帝，我们人生才会有希望。所以第三点，我讲到要相信福音，也就是说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什么是福音？
福音这个好消息，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福音好消息呢？底下一段经文，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哈。圣经说：“你们若不是主的子民，能以至少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着福音得救。当日所领受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道上的复活，为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又叫我复活，第三天复活。”上帝是仁爱的本体，上帝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所以在远古以前，上帝都定好了拯救世人的方法。圣经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在前面讲过，大概在2000多年前，那位无限的上帝，他甘愿降生成为有限的人，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基督甘愿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人舍命赎罪。耶稣被埋葬，第三天复活，表明他真是生命的主宰，表明他真是可以胜过罪恶，他可以胜过死亡。我们信靠耶稣，我们的罪都可以被赦免，我们就可以被重生，可以得到新的生命。耶稣为我们设立了洗礼，圣经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圣经说起来求告他耶稣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圣经说耶稣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而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而圣灵的更新。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国。耶稣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我们诚实悔改离开罪恶归向上帝，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领受洗礼，我们的罪过都被洗干净，我们都可以被重生成为新造的人，这就是福音好消息。我当牧师当了30多年，我看见在这个教会当中有许多的人因为信靠耶稣，他们的生命就有美好的改变。上个礼拜二晚上我参加这个牧灵团契，他们庆祝中秋节的活动，在大家聚餐之后呢，大家就来看这个录像，就看 DVD， 他们看的是 Beyond 一套录像带的头一集，在这个内容里面就讲到有很多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才到美国来的新移民，他们因为信靠耶稣，他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他们的生活就充满希望，本来的破裂的关系得到修复，本来的破碎的家庭得到重建，有很多人因为信靠耶稣他得到重生，很多人的生命变得更美善，就像刚刚我们定义弟兄所讲的见证那样。很多人来到美国人生路不熟啊，第一件事情他们就找教会，是不是这样？有很多家里人在这边，他们的孩子说哎，你们去了美国第一件事情找教会啊，我常听到有人这样讲，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跟你这样说，你的朋友有没有说你到了美国第一件事情先找教会，为什么他们要先找教会啊？为什么先找教会呢？因为他们知道教会的人愿意帮助人。为什么教会的人，为什么基督徒愿意帮助人？因为我们信靠耶稣，我们归向上帝，我们就可以改变了自我中心和自私自利的本性，就不是单单只是顾自己的事情，我们也会顾念别人，我们能够胜过自己这个自私的本性，我们就可以活出上帝的美善。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我们是为荣耀上帝而活，我们是为服务别人而活。借着基督徒，他们生命的这个特质应该是如此。我最近在微信上看到有人传来一位宣教士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从前听过，我也看过。我坚持在看还是很受感动，
那今天我也来跟大家分享和讲这个故事，简单介绍这位宣教师，他叫伯格利，是150年以前的人。1869年，伯格利他出生在英国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11岁高中毕业，他参加英国国家的文官考试，就是公务员考试。我知道在中国大陆也有公务员考试啊。他参加公务员考试，他是名列全国第16名。我跟你资料看，有人说他第7名。反正全英国他是考得很前，是当代的7年级精英。然后他在英国伦敦邮政银行担任会计。你可以想象他这个文官这个储备，可以说储备这个政府官员，他是前途无限。不过后来他这个当官的志向后来改变，他感受到上帝对他的呼召，他就参加了英国会工会联合布道团，到中国来传道。在1887年年初，他23岁，他就来到了上海。他先学中文半年，然后就沿着长江深入中国的内陆，然后再步行很多天，到了中国的云南这个昭通这个城市，那这个彝族聚居的地方，他在那里就开始向彝族人传教。他在昭通地方创立了中西学堂和女子学校，那是中国第一个女子学校，在那个时代就开始建立这样的学校。1904年，在他40岁了，他被邀请到贵州西边乌蒙山的这个石门坎，那里是苗人聚居的地方，你知道彝族人跟苗族人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啊，那是非常贫穷、落后、荒凉的地方。当时的苗人不认识、不识字的，他没有书本、没有文字了，只有言语，文化非常低落、非常脏乱的地方。根据我看到资料，他的苗人一辈子只洗澡3次。出生的时候就是直接生的，就是妈妈给他洗1次，然后他结婚的时候洗1次，然后他死的时候他的尸体埋葬以前的那个洗1次，这2次都给别人洗了，就1次是自己洗的，就结婚那一次自己洗，一辈子都洗他1次。你就可以想象每个人身上有什么味道，一定很重的味道，而且有臭虫，有臭蚤。你想象艰辛的人这样的生活，伯格里就在这些人当中生活，来帮助他们，教导他们，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是10多年的时间。这是很不简单。他在那里为苗人创立了文字，苗人本来没有文字，这个伯格里给他们创造了文字，他要把圣经翻译成苗文，要花多少精神时间。他在那里当然建立教堂，因为他传道人，他也创办学校，每一个教堂基本上是一个学校还有一些其他的学校，不是教堂，但是教堂一定是学校。他在1905年建立第一所苗族的小学，他是男女同校，当时是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男女同校，而且用中英文相融来教学。在1905年，就用英文和中英文教学。他自己编教材，他还编写了这个乌蒙山平民识字课本。他不但教学校里面的那学生，他告一般老百姓他都要教，他是平民识字课本，让一般老百姓都能够懂得读书。因为他妻子护士，所以他们也建立诊所、医院。他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的麻风病院。第一所麻风病院是在这个贵州这边开始，他在方圆700米之内建立了几十座教堂，按照我看的资料，他办了120多间小学。因着他这样的贡献，这样的服务，整个山区的文化、苗人的文化因此大大的提高。他们那边先后出了不少的大学生。也有不少的硕士、博士，最少我看资料最少有2位博士从苗人那边出来。在1949年的一次教育普查显示，当地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比例远远
教或其他所有的少数民族，假如中国少数民族，甚至超过汉族。伯克里在那里 也建立了洗澡房，因为那边都不洗澡，他就改建了洗澡房，有男生啊、女生分开，还建了游泳池，他还建设了足球场，他们的足球队是非常有名气的，非常优秀的。本来苗人的男女的关系非常混乱，他们的村子啊里面通常会有公共场所，那个被称为化疗房。那些女孩子到十三四岁啊，就可以进入这个化疗房，跟其他的男人发生关系。所以很多女孩子在十四五岁就带着一两个小孩，还可能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爸爸。所以苗人的生活非常困难，可以想象一个年轻人还带两带一个女孩带着两个小小孩，她怎么生活？你就可以想象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也有很多疾病，非常的贫穷。不过你带领苗人信靠耶稣，帮助他们成为基督徒。他的规定，女孩子啊，应该到十八岁和以上，男孩子到二十岁和以上才能够结婚。那印度伯克里这一对夫妻，他们在哪里传扬福音？他们在那里带着基督的爱去服侍的。苗人的文化、生活气质都改换一下，十多年就把整个民族改变了。大家留意，儒家的思想在我们中国流传了两千五百年。但我读过的书，我看的资料，我没有见过一位儒家的学者可以使一个落后的民族有这样的改变，我没有看过。佛教传入中国也已经有两千年，我没有见过某一位佛教的大师能够对一个少数民族能够有那么大的一个改变。我也没有看到一个儒家的大师、佛家的大师对一个少数民族有这样爱心、这样的牺牲。只有基督徒世界，不单是伯克利一个人，所以你看历史知道成千上万的很多基督徒，他们不但来中国，他们到印度，他们到非洲，他们到南美洲，他们到大西洋很多小岛，都是付上一生。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的生命被耶稣基督改变，耶稣基督的福音真是好消息，因为耶稣给人带来新的生命，一个丰盛的生命。1915年，在那个地方，贵州这个地方发生伤寒病毒，就是通他们说称为黑病，有很多人就死了，有很多人因为染病，他们也都逃跑都离开了。但是伯格里他坚持留在这个地方，继续来照顾那些病人，结果他自己也染上了这个传染病，他因此离开世界。他死的时候才51岁，才51岁。伯格里的一生不是很长，但是大有成就。我就会想，他怎么可以这么在短的时间能够成就那么大的事情？他的大有成就，他的生命非常丰富。他在中国传道27年，他只回英国3次。他在中国27年，只回中国3次。我们这边很多从中国来的移民，你大概每年都要回中国一次吧，大概2年1次是吧？27年只回中国3次，他是把一生奉献了给中国人。他不是为自己活，他是为荣耀上帝，他是为服侍别人而活。这是上帝期望我们基督徒活出的尊贵的生命，是上帝期望每一个人都应该活出这样尊贵美好的生命。我们不一定像那个伯克利那样有那么的能力和有这样的机会做那么大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有同样的心态，为荣耀上帝，为服侍别人而活。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胜过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这个罪性，就可以活得荣神一人，我们就可以活得尊贵。耶稣说：“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各位朋友，我今天对你们讲同样的话，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呼召你来信靠，要悔改信福音。求你愿意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领受洗礼，你的罪过就被洗干净，
你就被上帝赦免，上帝的圣灵就与你同在，他们赐给你新的生命，你就能够被重生成为新造的人。我再说，新造耶稣不一定凡事顺利，不一定无灾无病。我们基督徒也会遭遇困难打击，我们跟一般人一样也会有软弱的病痛。我们基督徒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就是有上帝给我们一生同行，他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信靠耶稣不一定生活很富足，但是我们信靠耶稣一定生命很富足，我们可以活得荣神一人。你愿意信靠耶稣吗？然后底下请大家一起来唱这个诗歌，来跟随耶稣。就在今天听讲到的时候，你心中有感动，那我相信了上帝的圣灵在感动你，上帝在呼召你来信靠他。求你有这样的感动，我鼓励你走在台前，我要带领你做决志信靠耶稣的祷告。求你这样感动，等一下就到前面来。不是你一个人走这条路，我们弟兄姐妹陪着你走。不是你一个人走这条信仰的路，乃是上帝与你一生同行。你愿意吗？我请大家起来，我们一起唱这个诗歌，来跟随耶稣。求你有这样感动，唱诗歌的时候就走到台前。求你从前已经做过这个决定，就不需要再上前来。求你从来没有做过信靠耶稣的决定，今天是你的机会。耶稣说：“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你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唱这个诗歌。